距离纽约市长选举民主党内初选只有不到12天的时间。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最近排名蹿升的白思豪仍然稳居榜首，而第二名的位置被汤信占据，曾经领跑的柯奎英现在位列第三。目前白思豪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32.3%，和第二名的汤信有将近12%的差距。汤信的支持率有20.7%，柯奎英获得了18%的支持率，排在第三。绯闻缠身的前众议员韦纳支持率继续下跌，只有9.7%，而市主计长刘纯义得到4.7%的支持。在市主计长的竞争方面，根据西耶纳大学的统计，斯必策领先对手斯金格15%，而昆尼匹克大学的数据则显示两人的支持率几乎持平。纽约市警总局社区事务指挥官陈文业总警司今天莅临皇后区法拉盛，除了和华韩裔社区人士及州市民选官员及媒体会面外，他还对社区的多元文化和繁荣的景象表示赞赏。他希望警民加强密切联系，使全纽约各社区更加安全美好。陈文业在109分局副局长吴明恒、总局社区事务警员杜淑贤等陪同下到访。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徐朱留弟、总干事杜彼得对陈文业表示热烈欢迎，称他对纽约市公共安全做出的贡献也是全市华裔和亚裔的光荣。市议员顾亚明、州参议员斯塔文斯基、州众议员金对西、国会议员孟昭文代表、华商会各位理事及法拉盛韩裔社区代表均对陈文业表示欢迎。陈文业感谢社区对市警工作的支持，他表示无论是曼哈顿华埠还是法拉盛，亚裔社区在不断的发展，他将继续与社区合作联络，密切警民关系。 It's a great place to work and to live, and the community, and looking at all the different businessmen, the community groups, bankers, items are, and businesses and schools have all been flourishing in Flushing and in Queens itself. And that's, it doesn't happen by accident. And certainly I think it's a collaboration, as Kim mentioned, that the community working with the police officers, because unless we hav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our kids, our businesses, these things don't happen by accident. So I've always said before,作为纽约市警界历史上最高阶的华裔三星总警司，陈文业从警31年来和华人社区有着深厚的联系。从曼哈顿华埠五分局长、七分局长、26分局长、布鲁克林南区、斯坦敦岛、皇后北区指挥官、总局学校安全指挥官，直至目前负责全纽约市社区事务最高阶指挥官，更在今年4月晋升为三星总警司。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昨天在位于华埠物街的联城公所内，年仅11岁的华裔小画家焦树锦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观赏。昨天在联城公所内迎来了许多前来欣赏观看焦树锦画作的民众和众多支持焦树锦的小朋友，热闹非凡。11岁的焦树锦从4岁开始学习画画，至今两面画板上都是他从4岁以来的得意之作。聊起自己的作品，小画家焦树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表示自己的这些画作将进行义卖，并将所得的款项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那我要donate我这个钱给 UNICEF，一个钱可以帮助一个小孩。据焦树锦的母亲介绍，自己一直希望给孩子办一次个人画展，此次得到联城公所赵文生先生的大力相助，非常感谢。我就说我女儿从小喜欢画画，我很想跟她办一个画展，但是就是我到联城公所来，得到了联城公所赵文生先生和主席的支持。联城公所的赵文生先生也表示，自己非常欣赏少年儿童从小培养对艺术的热情，也高度赞赏了焦树锦希望义卖画作帮助贫困儿童的爱心，并表示日后将会在联城公所内大力推广文化方面的活动，以丰富民众的文娱生活。华语电视记者莫威纽约采访报道。
国际狮子会法拉盛分会宣布，将自即日起协助家贫子弟免费配光配眼睛。凡是年龄在6到18岁、没有医疗保险的学生，可免费验光并配一副眼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但是14岁以下需有成人随行。国际狮子会法拉盛分会28号举行记者会。会长孟纯仁宣布，将自即日起举办协助家贫子弟免费配光配眼镜活动。孟纯仁说明，这项活动是由法拉盛狮子会赞助，蔡良医师负责，自8月30号起，为6到18岁没有医疗保险的学生验光，并配一副眼镜，费用全免，每人只限一副。14岁以下孩童应有成人随行。这项活动也获得了市议员顾阳明、前会长李亚平等人的大力支持。狮子会表示，目前名额为95名，先到先得，预约电话为783585888。同时，会长孟纯仁也说明，该会将在9月6号晚间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行新届职员就职典礼以及募款参会，为筹募该会用于紧急救难以及导盲犬培训等基金之用。希望社区各界踊跃出席，共享盛举。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注一则工商新闻。为了更好地服务华人，满足纽约华人的购物需要，全美大型连锁超市好运来在法拉盛又增添一家大型分店。坐落在法拉盛 Parsons 街的好运来超级市场，虽然才刚刚开业一个月，但是每天的客流量都非常不错，这不仅是因为低廉的价钱、一应俱全的货品，更加因为在这里买到的瓜果蔬菜、禽蛋肉类、生猛海鲜都是最新鲜的。宽敞干净的购物环境和物美价廉的质量保证，让顾客们买得舒心、吃得放心。每周好运来都会打出一系列特价商品，让顾客惊喜连连。我们这里买新鲜水果、蔬菜、杂货，那个新鲜鱼，还有肉类、杂货类。我们每周有特价。好运来超级市场采用了先进的现代化管理制度，采购、送货、上架、销售，每一个细节都尽量做到完美，每一种食物都保证新鲜。我们这个新疆哈密瓜来自加州的，这个星期我们做特价6.8一磅。这边有我们有水的芒超、笋壳、石头鱼、鳗鱼，还有黑帮、珊瑚虾。我们的贝壳类有响螺、生蚝啊，桂黑棒啊。这个、超市是第一家有 daily department， 以前都没有，这是刚刚开始，我们想走进老外的市场。我们这边还有很多日用品、家庭用品，那个碗啊、盘啊、锅类啊。为了方便顾客购物，好运来超级市场为顾客提供了免费的停车场所。好运来超级市场的地址是法拉盛 Parsons 街25-03。好货品、好新鲜、好选择，尽在好运来。华爱电视记者赵璐，法拉盛采访报道。